云南易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研制的 HZS60 和 MZ60 搅拌站，适用于大规模以上的建筑施工、水电、公路、港口、桥梁等建设及大型混凝土预制品厂和商品混凝土生产厂。该站单台搅拌机理论生产率为每小时60立方。该搅拌站由砂石配料系统、上料皮带机、水泥桶仓、螺旋输送机、水泥计量系统、水外加计计量系统、过渡储料斗、搅拌主机、机架、水外加计供给系统、气路系统、水源供给系统和电气控制系统等组成，具有搅拌性能优良、操作简洁明朗、计量精确稳定、可靠性高、维护性能良好和环保性能优良等特点。本站安装前应根据我公司提供的基础图浇筑基础。砂石配料系统主要由骨料仓、骨料仓机架、骨料称量斗、皮带输送机、传感器等部分组成。储料斗可供单种容积为10立方的4种不同骨料储存。各种骨料通过机架上的8个气缸动作控制斗门，使骨料从储料斗下落至各自的称量斗中进行称量，然后启动皮带输送机，把称量斗下部的斗门打开，将配好的料送入到上料皮带机上，称量皮带机输送来的料输送到过渡储料斗中暂存，物料由上料皮带机输送到搅拌主机上部的过渡储料斗中暂存。水泥的储存采用水泥桶仓，桶仓中的粉料通过螺旋输送机输送到粉料计量斗中计量，添加剂计量为累计计量。外加剂系统由管路、耐酸泵、储料池罐、气吹装置、计量斗、称重传感器及其相关连接件组成。供水系统由水泵及供水管路组成，当供水系统向水称量系统供水时，称量系统立即开始称量，称量完毕后，控制系统发出向主机供水信号时，加压泵开启向搅拌主机供水。过渡储料斗由罩盖、储料斗、碟阀、气缸、支架形成开关组成，机架由主机底盘、上机架和下机架三部分组成，由工字缸、槽缸、角缸等组焊而成。搅拌主机为适高码 MSO 1.0 至 1.25 方主机，适用于搅拌骨料120到60毫米的卵石或碎石的各类桶。由空压机、储气罐、气动两连件、电磁换向阀、气缸及气动碟阀等组成完整的气路系统。控制系统采用危机控制流程的时序要求，对搅拌站从计量、投料、搅拌、出料生产过程实现全自动控制。整个搅拌站生产现场的管理由2名操作人员及2名辅助人员完成，运行方式有手动和自动2种，全中英文操作界面，简单明确，操作人员短时间即可掌握。